海南的粉汤也好吃，是的。哎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哇操，这就200血没了。哎呦，超模还是你超模 ？A 一下一个 E， 再 A 一下200血，有什么英雄做得到？兄弟们，有哪个英雄做得到？弹幕打出来，除了贾克斯以外，有哪个英雄做得到？确实，这别人叫你靓仔多了会迷失的。武器，算了，把药喝了吧，留着没用。塞拉斯，那你要技能全中，那他又不像武器，这武器打完人可以跑。操！这个补刀。哦，鱼个 W 就行。W 要被打，武器是白打你。我的意思是白打你。哎，好好好好。没办法，我也阻止不了他。你自取多福。我操，有傻逼啊，去自爆的。我操，这些玩魔怔的，好可怕。走吧，武器交了点火。我操，这逼玩自爆的，线都不吃吗？武器血亏。但其实我队友也不影响我。First blood， 武器发疯了，对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。没有。先会冲在这里，我感觉豹女会来帮他推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团队人，他是去自爆去的，因为他带的是点火。他这皮肤 W 很不明显。这样可以再让他掉一点。我操，自爆了。对，武器炸不了，他有数值，他炸不了。单纯讨厌酒桶，是仇人哦。我挡一下地图好了，这说不定有狗。我操！可以，他掉了一波血。我操，真有狗啊！他怎么知道酒桶在反那个呢？啊，不会亏屏吧？坏了，忘记挡地图了，我的问题。这个点，这个分段还真有可能的。还真有可能，别不信，真有可能。我知道我挡了，我之前没挡。
极限距离就是什么？嗯，他这英雄怎么玩都能玩起来，数值在这里。这英雄数值能给他兜底，不好打。而且主要我在直播，又跟你们这些弹幕在这里说话，调兵的调兵，被偷袭的偷袭，难的啦。帅云法。What the hell? What the hell? 我的你的他的。他闪现八分十六，不一定，他可能带着星界好的很快。哦，真不好打这个。我这 Q 不一样，我操！我这 Q 是指向性吗，大哥？我 Q 伤害高，我是指向性啊。那武器 Q 会空波，武器 E 会空波，不是空就对了。他怕我不闪，他觉得自己闪不掉。剑魔打武器，武器打剑魔，用点魔关闭。他这种没致命节奏厉害，致命节奏是铁脸，跟你刚一波很厉害。他这种打消耗，你一级学艺，你只要别被他囤线之后，我感觉啊，你们下次要是。你打武器对面是个蜘蛛打野最好是秒了，真的压力太大了，真的压力太大了，不是我说真的，下次你要是打武器对面是个蜘蛛打野，我劝你们秒了，他带个点燃你就没了。屌人不抓就是恶心人，是暴女吗？这武器像中单不会，他其实上完上路的。点致命节奏灵光披风差不多，是挺有劲的。暴雨在上，你们小心一点。走走走走走。干嘛？你老是跟这个过不去干嘛呢？这我敢。我这里得回去。除非所有生命全终结。克烈蜘蛛，克烈蜘蛛还好，他控制没那么稳定。啊，这波刚才妈的现在爬来爬去，我都烦死了。他非要把闪打出来才高兴。他就跟你玩这种。
真就玩无脑，一点没技巧，就他们的技巧就是一套秒。哇，直接押韵了，我操！这都能押韵，双押，真就玩数字，还好我有这个。是，他的这个数值允许他犯错，所以他挂个火跳上来，你就得让着他。他插个眼就跳走，我贼烦。对他不换血，跳上来就直接打到底。他这英雄就是这么特殊，他已经崩了。他没跳一开始，跳了就拉回来。那这里会有一个爆发。我问你们个问题，等级兑换装备兑换，你觉得九级的剑魔打十一级的剑魔，就剑魔好不好跑？就问一下这个问题。还有分歧，跑的会相对比较快的。好恶心的，他妈的，这随便跑的呀！我操，500的一个插翅难飞，九级剑魔打十一级，不对，九级剑魔打十一级武器，根本垫不住他呀！想杀个武器都这么难杀。而且他打我还挺痛的，也就是说他还是跟我有一战之力。好吧，你是出来等破败，你们等一下他看他出破败加风骑加点燃那一波。这豹女怎么一直在搞我们家酒桶野区啊，他在干嘛？他真的结仇了吗？对，就武器两件，然后等级比我多，我是闪现，他刚刚还是能打我一点血的。我走，这里根本不好打，打了他会跳你就走。你看我试一下。谁在跟我说武器不是数值怪？说话来，武器玩家说话。再说武器不是数值怪，你再嘴硬给我看，我操了！我操！我差点死了！我开到两件，我就问你换一下，谁杀谁？你换一下好吧，你换一下，一件半的剑魔打两件武器，你试一下，我操！而且他技能瞬发锁定的，我技能是非指向性的。
致命节奏我就死了。这么爆啊！我操！哦，抬起来，是，可惜没下去。这么爆啊！武器是弑神者似的。哎呦，来扎我，好舒服哦！这都行，哎呦，我的太着太着急了，哎呦，太着急了，兄弟，太着急了。也许我应该直接进塔 Q 一个黑钻，但是致命节奏会被冰刀拉扯，像为你空窗期跳上来跑不掉，对。是这回事。我们第三件直接做那个，做那个破镜子。全能石不是三个吗？已经。这个主人被删了呀 ！B 团，我有这个。他主要很硬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都跟你们讲，有时候你玩剑魔，你被武器打爆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不是他技术多好，是你这英雄，不对，是他这个英雄太夸张了，你知道吧？真的很夸张。哎，可以，好死，他没魔抗。1053，哎，1053，我操了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完了，死了！你鼓什么？等一下，晚点。漫天飞雨。啊！还有这种事？举一下，看能不能包脚。哦，你好！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我跟定了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拖太久，确实有点拖太久。那主要对面他玩的也很那个呀，怪怪的。那这里好像有监控啊，看见我，我野外露出了。这现役剑魔主播野外露出了。
自己追追追什么追啊？哇操！这怎么这么痛啊？哎，这不假鞋跟假的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出卖一下啊！你看那个剑魔多美味，残血在这边晃来晃去，就没人想过来一刀两刀做掉。那我要走了。紫皮大蒜，我的超人，慢慢打吧。团，那团的前提就是中推了，三项武器的。那我现在问你们，十三级武器打三件半套的，哎呦完欺负我叫沃干，你说我把他埋起来吗？我是一只独立的吗？敲敲敲敲敲！英雄联盟推塔游戏。完了，啤酒人挂了。跟个苍蝇一样的，十四级，没穿透的 AD。有这个，别急呀、啊！推塔游戏不是杀人游戏，是推塔游戏、啊。急什么呀？杀的，我感觉。闪现就有用的，嗯、啊。我操！武器大师。我日！那就找点新朋友吧，找点新朋友啊！你的新朋友跟你一样好吃，哎，还行。我操，这游戏打的怎么优势打的这么焦虑啊？我操，这到底是我优势？